奖的方案呢，还是主要针对于全家人清洁的呵护以及演员的国民度。口水钱。这你去看看，你去看看呀。哦，怎么了？这要吐啊？小西，你们老大昨天晚上这是喝了多少啊？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哎，不是我的啊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上个厕所啊。这吓我一跳，憋着不许去。手劲儿还挺大。姚总，姚总，没事吧你？你那小伙子真是，女厕所门口大喊大叫的合适吗？导演，我等威姐。你等谁也不行啊，吓着别人怎么办？不，威姐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吓着了吧？撑到。没事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走你的。哦。那边等，我走。哎，导演你。我上厕所。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喂，我在呢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信号不好？有事没事？有事你说话啊，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，你小声点儿，好吧。李佳来了，别笑笑，跟他没关系。啊。哎呦，妈呀，吓我一跳！姚总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喝水。谢谢啊。哦，我搀你。哎呦呦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啊。你怎么不敲门啊？我自己家呀，你也没锁门呢。哎，吓我一跳，你悄无声息。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呀。
今天在单位上吐下泻的，去医院看看吧，好几天了吧。我就是这两天喝酒局闹的，肠胃不舒服而已，一会儿喝点粥就行了。那去什么医院？这两天单位体检结果不是出来了吗？健康着呢啊，没事。你压力别太大了，搞个项目也不是让你重新高考。今天效果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梁晓曦方案讲清楚了吗？陶若元签约了吗？冯文义那授权给我们吗？还没有，就说明一切都没有进展。慢慢来吧。我也不劝你了，你性格太要强了，越劝越烦躁。爸，明天生日你别忘了啊。哟，我真忘了。那明天我下班早点回家呗。他东西还没买呢。我都准备好了。那你想想看，为时已晚。老公。嗯。什么意思？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刀，我可有点不适应啊。老公，等我拿下怀森宝宝这个案子，我们就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。你再等等我。那我估计等不着吧。就这样吧。反正你高兴嘛就高兴，但是呢，咱们不能太跟自己较劲了。明白吗？嗯。被世人抛弃，被命中注定，再也没归期，只能去热爱你。只是我的决定不能想程导好，哎，下班了。程导好，哎，下班了啊。没必要跑这么远吧？我跟着后边一通折腾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看脸都吓白了，小胆儿。不开心啊？工作上的事儿。没有，陈亮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别叫我大名。你叫我大名，我感觉这事儿大了。干嘛呀？这么严肃？你说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想问你。现在你们综艺部发展还行吗？怎么样啊？就这事儿啊？啊，就这事儿。嗯，节目是个好节目，机会也是个好机会，但是想弄好不太容易。好在现在还有时间，尽量准备充分吧。就跟你上次说的似的，有这次机会背书，以后的选择权就大了。
问这个干嘛？今天我觉得许文怪怪的。他哪天不怪呀？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要给你介绍啊？哎，那不可能。啊，那倒也是。许文奉行的宗旨是什么呀？不婚不育保平安。你看你们那这些年，坐冷板凳的、被开除的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？孕妇。她可不是简单的女魔头，她可以称之为怀孕终结者，人间避孕药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就你们商务部啊，只要是没怀孕，多大的错都能将功补过。没事啊，你也没怀孕，别怕的。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要孩子合适？就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那你肯定也是不干的。那就等我把这节目弄完了，啊，咱们好好调理调理，叶酸该吃吃，再官宣，然后结婚，孩子满月就一条龙，到时候爱谁谁。